时候，工人去工作的时候，是否得到工价呢？早一兩即係早幾年前嘅時候咧，可能大家都會即係好受啲即係傳媒嘅即係嗰個嘅報導嘅一個嘅觸動啦。咁喺特別2005年嘅時候咧，我哋喺香港裏邊咧開個世貿嘅會議啦。咁嗰陣時咧，當年咧就好多嘅一啲嘅抗議啊示威，針對咧就係好多嘅一啲嘅農民佢嘅生計係備受嗰個嘅打擊。咁嗰個抗議示威裏邊嘅時候咧，主要係針對 WTO 嗰度嘅問題啦。咁如果我哋睇翻咧，最主要嘅時候咧，其實環繞嘅主題咧就係嗰個嘅貿易嘅唔公義。個貿易嘅唔公義係指緊啲乜嘢咧？嚇！咁我今日咧就會好簡單同大家講嘅啫。咁如果大家有興趣嘅時候咧，我哋答問嘅時候咧先詳細講。咁我貿易嘅唔公義最主要睇翻咧就係話喺當中嘅時候咧，而家現有嗰個嘅好多嘅富裕國家，特別就係我哋即係美洲啦。嘅加拿大啊，嘅美國啦，同埋歐洲等等嘅富裕國家咧，喺裏邊嘅時候咧，佢就經常咧就係有好多嘅補貼俾啲農民。當佢俾農民有補貼嘅時候咧，但係佢嗰啲嘅農民咧就唔係個別嘅農民，有好多時係啲農企業，咁佢哋就嗰個生產咧就會好大規模。從而咧，唔知道大家有冇聽過一啲嘅個案，譬如好似美國為例，佢個生產米嘅一啲農企業。咁佢由於得到好多補貼啦，咁但係有時嘅時候咧，喺佢個本地市場裏邊咧，佢未必能夠咧去將佢所有嘅生產咧係去吸收曬，咁佢咧就會咧就好平好平咧就賣去一啲嘅貧窮國家裏邊嚇，咁特別喺2000年頭嗰幾年嘅時候咧，佢經常咧用好低嘅價錢賣去加勒比海啲國家，咁其中一個咧就係海地嚇，咁大家可能都聽過海地咧係世界最貧窮嗰幾個國家之一，喺裏邊嘅時候咧，佢傾即係將佢嗰啲嘅米咧傾銷去海地咧，令到美海地裏邊嘅農民咧，可特別係種米嘅農民咧，喺當中嘅時候咧，佢啲米咧唔能夠賣出去自己本地市場，一個個都賣曬喺美國米，咁喺當中咧就有啲農民咧就被逼放棄咗佢哋個耕種。咁但係之後咧，即係由於佢放咗耕種之後咧，跟住嗰啲嘅自然就去嗰啲美國啲米就自然少咗競爭咯。咁佢跟住咧就可能咧就係加價等等嚇。咁一個傾銷嘅問題，第二個咧就係嗰啲跨國企業嘅問題嚇。我哋睇到咧而家全球咧嗰個嘅我哋特別係即係啲農產品嘅市場咧，每一個嘅農產品咧，佢主要即係嗰幾大嘅嗰啲嘅跨國公司咧，佢都佔咗嗰個農產品嗰個需求咧超過一半。譬如用咖啡為例嘅時候咧，佢嗰最大嗰五個嘅跨國企業咧，即係大家可能熟悉嘅名詞啦，雀巢啊、卡夫等等咧，去購買嗰個咖啡嘅豆嗰個嘅數量咧，已經超過一半。咁大家可想而知咧，知道咧嗰個市場咧，其實咧就同我哋所心裏邊所諗嘅自由市場咧，其實係完全唔存在。其實喺當中嘅時候咧，睇到而家現有嗰個嘅即係世界嘅市場裏邊咧，好多時都係寡頭壟斷。現在世界現況是怎樣呢？我們看到呢，我的財富呢是越來越呢是兩極化，貧窮人是越來越貧窮，富裕的人是越來越富裕。這個不單止是世界情況，在香港也是咯。但是我環顧世界各地的時候呢，發覺呢原來農民甚至我們的很多的工人都是，我們呢現在處於一個很弱勢的情況，我們沒有什麼議價能力。咁由於咁嘅狀況之下嘅時候咧，引致到咧，我哋先會提出個問題：工人去勞動嘅時候得唔到合理嘅工價嚇。我哋原本應該覺得就係工人得工價，依個係一個好合理嘅一樣嘢，亦都係應該好正常不過嘅一樣嘢。但係由於而家個世界裏邊，一來嗰政府嘅施政，二來就係嗰啲嘅大企業嗰財富嘅壟斷，引致到咧工人。想得翻個合理嘅收入，得翻到一個有尊嚴嘅生活咧，都唔係咁容易。咁我哋點去回應咧？嚇，咁跟住就嘗試同大家提就係，即係我哋睇到一樣咁合理、咁正常不過嘅事，但係喺而家世界各地，包括香港，都冇出現嚇。咁我要點去回應咧？嚇？咁其實咧可以嘅回應有幾種啦。第一樣就我哋倡議一個貿易公義運動啦。咁喺國際嚟講嘅時候，好多教會啊，譬如國際嘅律師會啊等等嗰啲，都倡議一個貿易公義運動，希望去改變咯國際貿易嘅嗰個嘅唔公義嘅地方。除咗一樣之外咧，亦都我哋作為一個嘅消費者嘅時候咧，其實我哋每一個人咧，都透過我哋嗰個消費行為咧，去改變嗰個嘅社會，改變個世界。咁但係咧，當我哋要
從咁嘅角度去考慮嘅時候咧，其實第一樣咧就面對好大挑戰嚇，就話唔知道大家嚟之前有冇諗過，我哋消費可能咧同我哋嗰個嘅即係社會嗰個發展有關係，我哋嘅消費咧係要從一個倫理角度去考慮。咁呢個咧係我哋過往幾年咧，我哋自己機構咧，我哋自己咧就都怎即係啲同行者咧，大家一齊去推動，就希望我哋反思翻咧，原來我哋作為一個消費者嘅時候，我哋購買啲乜嘢係原來佢個社會咧可以帶嚟好多嘅影響。咁但係咧好多時咧，如果我哋特別喺香港裏邊嘅時候，我哋作為一個消費者嘅時候，我哋都會好類似呢、這個。阿當咧就係研究消費文化嘅著名學者咯，佢八十年代上世紀八十年代九十年代咧就寫好多文章，咁佢覺得咧其實消費咧其實就純粹係一個嘅私人嘅行為，喺當中嘅時候佢純粹係我個人嘅喜好，唔應該有咩任何嘅倫理道德嘅考慮。但我嘗試引用莎士比亞即係一本書啦，佢講哈姆雷特嗰度嘅一句名言啦嚇 ，To be or not to be, that's the question。我將佢改一改咧，購買 to buy or not to buy 咧嚇 ，that's the question 嚇。雖然我哋冇去到嗰去嗰度當年嗰陣時候，佢嗰句説話嗰個好似即係要生死抉擇咁嚴重嗰個情況，但原來買同埋唔買咧。都是可以有一個更加深一層的考慮嚇。點解咧？特別我哋作為基督徒嘅時候，你發覺咧，原來購買呢個咁嘅行為咧，其實可以係我哋體現我哋信仰嘅一個好重要嘅一環嚇。因為我哋購買一件產品嘅時候，可能我哋對於嗰個生產者，佢係能夠獲取到一個合理嘅工作環境，定係要喺一個嘅所謂血汗工場嘅環境裏邊工作咧，可能帶嚟一個實質嘅影響。咁呢個係喺英國聖公會咯，喺2000年嘅時候咧，佢哋啱世紀交接嘅時候咧，一本書咧叫《新起點祈禱書》裏邊咧，草有啲文章好詳細去講翻我基督徒我消費倫理嗰個嘅意義嗰度。